2023年网络上最火爆的是什么？当然是 OpenAI ChatGPT。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AI 带来的震撼，你想要什么它都能给你变出来。你有没有去思考它能带给我们哪些商业价值？我们又怎么去利用这个超级 AI 工具变现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人利用它赚到了2023年的第一桶金。赚钱其实很简单，选择它，复制它，然后将它粘贴到谷歌文档中，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使用 ChatGPT 完成输出后，剩下要做的就是将其以5美元、10美元甚至20美元的价格出售它。你只需要操作一次，就可以一直出售它无数次，它将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你只要使用 ChatGPT， 在5分钟内即可完成此操作。在此视频中将详细为你介绍整个操作过程，那么现在就开始吧。毫无疑问，ChatGPT 是一款出色的聊天机器人。在介绍如何使用 ChatGPT 赚钱之前，让我举几个例子来简单介绍一下 ChatGPT 的功能。例如，如果我想知道 Atomic Habits 这本书中最好的想法是什么，我需要做的就是询问 ChatGPT 这本书中的前10个最佳想法是什么。看， ChatGPT 立刻给我们列出来了。如此，我们可以从任何一本书中快速轻松地得出这本书的最精华最好的结论，而无需花时间去慢慢阅读它。即使你只想了解阅读这本书的一些历史， ChatGPT 也会立即响应，总结出结果提供给你。由于你单击此视频主要是想了解如何通过 ChatGPT 达到在线赚钱变现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直接询问 ChatGPT 怎么在网上赚钱。根据 ChatGPT 给出的解答，在线赚钱的第一种方式是在线销售产品和服务。你可以销售实体或者数字产品，或者提供在线咨询、辅导或自由职业等服务。二是创建博客或 YouTube 频道，使他们通过广告赞助内容或者销售产品和服务来盈利。第三是联盟营销，你可以通过推广其他人的产品和引导买家到他们网站赚取佣金。第四种是创建在线课程，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可以创建并销售在线课程。五是在线买卖，其实就是在网站上低价买高价卖，赚中间差价。众所周知，以上这些方法中销售数字产品是网上赚钱的最佳方式之一，其利润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只需开发一次产品就可以长期持续销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属于这一类创建数字产品来赚钱，而且它是免费的，属于无成本创业赚钱，即使赚时间成本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你所见，根据 ChatGPT 提供的在线赚钱方法，销售电子书或课程等数字产品是最重要快速可行的方法之一。稍后我将在大约5分钟内向你展示如何使用 ChatGPT 创建一本精彩的热门畅销电子书和如何将电子书变现。在我们开始编写电子书之前，你需要为你的电子书想一个方向，找出最受欢迎的非小说类书籍类别，而我们应该使用 ChatGPT 制作关于哪些方面内容的电子书呢？首先，你必须销售人们想买的东西，需求决定价值，这句话到哪里都是行得通的。写一本没人愿意买的书就是浪费时间，即使你对要制作和销售的电子书类型一无所知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可以使用 ChatGPT 来帮助我们进行研究。比如我在 ChatGPT 上输入非小说类书籍的热门类别是什么，当我这样询问， ChatGPT 做出了回应。你可以看到，比如商业和金融、制度和个人发展、健康和保健、历史、旅游、烹饪和食物、政治和时事、科学和技术、教育、体育和娱乐等主题。如果你觉得这10个不够，你需要更多建议，我们可以继续输入，要求 ChatGPT 提供更多建议。例如，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选择了资助和个人发展，因为它看起来有趣，就生产力、人际关系和自我提升等问题提供建议和指导的电子书将成为标准。资助和个人发展这一类别相当广泛，所以我们需要 ChatGPT 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细分类别，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有针对性的电子书。我们不能只是出版一本关于商业和金融的电子书，因为它太模糊、太笼统，不够具体、不够讲究，这是很难销售的。让 ChatGPT 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现在 ChatGPT 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流行的细分主题，然后这将为你的电子书提供更好的概念。按照这样的方式写一些东西，资助和个人发展这个类别的细分类主题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有目标设定和实现、时间管理和生产力、压力管理和放松技巧、沟通和人际关系技巧、领导力和个人赋权、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情商、自信和自尊。
个人理财和资金管理、职业发展和晋升等。我们只需在这里面选择你最感兴趣的内容。例如我们选择时间管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写电子书了。让我们先请 ChatGPT 为我们起草一份大纲，这本书将由 ChatGPT 为您计划。 ChatGPT 会给你目录，引导你浏览每一章。我们有所有这些章节，而且它们的排列是合乎逻辑的。第一章，时间管理的概要。你现在应该在 ChatGPT 上选择给出的这本书大纲，然后返回到谷歌 Docs， 将选定的大纲内容复制到那里。我们已经有了整本书的大纲，现在我们希望 ChatGPT 开始为我们起草电子书。我们电子书的第一章将是时间管理的定义，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定义，返回 ChatGPT， 输入为时间管理的定义写一章内容。在几秒钟内， ChatGPT 将帮助你编写电子书的第一章。你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它，复制它，返回到谷歌文档，然后将其粘贴到那里。下一章还会继续，所以我回到这里复制它，然后回来。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一直这样反复执行，这种操作过程就这样一直复制粘贴，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直到把整本电子书都操作写完。几分钟后，你就会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完整电子书。一个小提示，如果你觉得章节内容太短，你可以通过说请多写，然后它会继续在章节中添加新段落。就这样，你可以使用 ChatGPT 快速制作你的第一本电子书。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单击文件下载，然后选择 PDF 格式。在使用 ChatGPT 制作你的第一本电子书后，你可以将其上传到网络市场上去出售变现，这样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Gumroad 只是你可以用来销售电子书的众多网站之一，如你所见，你可以使用 Gumroad 销售 PDF 格式的电子书。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选择销售其他类型的数码产品。 Gumroad 的优点是没有月费，也就是说它是免费的。如果你使用其他平台，则通常需要为使用它们而付费。许多其他平台通常会向你收取40美元、50美元甚至100美元的费用， Gumroad 只收取 10% 的费用。所以你只要在成功销售出商品、产生销售额、赚到钱的时候才支付这笔款项，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费用。 Gumroad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你无需任何资金即可开始赚钱。如果你想要赚更多的钱，要做的就是你在 Gumroad 上发布、上传电子书并可供购买，然后你可以在其他社交媒体上宣传你的电子书。你可以使用 YouTube、TikTok、Facebook、Instagram、推特这些平台去吸引人、去引流。今天利用 ChatGPT 帮助我们编写电子书，达到赚钱的目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类似这样的赚钱内容，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在此之前，请确保你订阅了该频道，并打开了通知小铃铛。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